放大卡，就这个位置，好看吧？好看，这是我外婆的房子，外公盖的。然后这边全部都盖了新房。一些表妹都来了，走去换一下吧。看一下我的外婆家，这边写了个拆字，之前本来我想要拆的，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没拆了。那座房子就是差不多有40-50年了，对，两层楼。以前我们都在楼上，在楼上偷偷抽烟，然后被我外婆拿那个扫把赶，然后赶快跑。然后这边都是围墙，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从那边的围墙爬出去，那边有一条河，在河里洗澡。然后这边的空地其实都是橘子林，种满了橘子，哎，都是童年的回忆啊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鱼塘，鱼塘里面在里面可以抓鱼，抓龙虾。然后鱼塘的旁边其实之前种满了葡萄，吃的特别多，现在都没了。哎，好了，去吃饭。吃饭了就开席了，我们抽美洲的。你回大陆吃的就是白菜萝卜，白菜萝卜人家说你没关系。这就是生日宴的第一餐，就是四个菜：白菜、萝卜、豆腐、猪肉。猪肉的话有八个，然后就是无限吃到饱。晚餐吃完，继续准备生日蛋糕。8层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层。好，大家都来了。啊，不要摔了。怎么啦？好，准备开始了。好。然后外面全都是人。嘿，你也是那两个母的啊？啊啊啊啊啊！
那拉一半就没了。要偷？很搞哎、欸！啊！压个烟花！吃蛋糕了。长寿面正念有啊，谁给我装一碗？你怎么照片给了？我帮你们开灯嘞。帮啊，你给我帮烧盘。Thank you， 来，拿起来。好，谢谢。一个你们摸。谢谢老弟，好。那我找到位，帮帮你们开灯嘞。没事，啊，感受一下长寿面的威力。那我再去续两口，那我再去续两口。我先吃。这就是长寿面，就是我们这边过大寿的话，都会一起共享这个面。然后我先吃了。吃完之后就是游戏时间了，赌桌上见。送过来就没有了。五点钟，四楼。我们先排着。我这里输了其实回家睡觉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农村里面冬天的时候洗脚啊，我已经洗过了。现在他们是三个人共用一个脚盆，这感情是很隔很铁的。小屁烫吗？有点烫。那就好好泡一泡，真的很热。这个是跟我女儿一样大的，这个。上次他们，哦，你没有跟我们家小的见过面，跟大的见过面。床上还没躺夜，童晓就来催眼了。但是晚上十点，我朋友，应该是我以前的同学约我出去吃宵夜。走。真的很冷。好，我现在要走到街上去找我的朋友。这个地方是我小学二年级就在这里待了，然后待到五年级，然后就离开了这里。所以我现在找的是，所以现在约我的是我小学同学。我睡觉前的时候，我嫂子听到我说我要跟朋友约，然后呢，她把我的装备升级了，这是他的。到了，我要在这边等他们。好冷啊，我觉得应该有零下三度到四度吧。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街景，这是一个村啊，但是呢什么都有，超市啊，药局啊，饭店啊，非常多的店，就是有一点点脏，但是比以前好很多了。奶粉店，我们经常在这边压马路。就是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这边压马路，
因为这边附近有网吧啊，那些有的没的。他来了。哎，那边很热闹哎。这么干冷的，比车子就冷了的，车子都干冰冰的。是的。我前头的都是车子开天吧。现在才十点，现在十点多了，还这么热闹。这只是一个镇而已，是吧？哎，怎么改是镇是吧？是镇的，是镇。啊，镇上。好，你放的，等你放，如果你放朋友圈的话，我都记录你。发朋友圈的？一百块钱九十九个，要么九十九块钱一百个。对呀、啊。我聊的是生蚝，吃生蚝，五块钱七个碗的。啊，便宜，十块钱七个碗的。要九十六的，你用那个。吃饭。啊！我要笑死了！我要等着。阿姨，好，是我是我是我。我再快，我给你补。眼睛要快。你们北人好丢脸嘛！你说我不说，就是那你之前那张标呀，长得不爱刀啊，剪刀啊。哎，我要笑死了！回来搞，拜拜。